喽今天推荐一款君乐宝家的这个低脂高钙奶粉啊，它是那个它里面含的钙是就是平常奶粉的两倍，而且是含有这个高膳食纤维，还那个是低脂的，就是减少脂肪80%以上。嗯，这款奶粉现在特别的合适啊，是拍就是一桶79，然后还送一箱这个减醇的这个酸奶，是盒装的啊，这一箱是10瓶，还有一个礼袋，就是咱们送人呀自己喝都特别的合适，主要它是高钙低脂的，还含有膳食纤维。打开一桶新的，这是我刚倒的，里面有一个奶粉两勺，在这里撕开啊。就是说你收到之后，就是说为啥这个奶粉咋只有半罐呢，是因为它是那个它的密度细，就是说它的粉质细密度高，所以说就是就显示就是粉比较少，但是呢它是足够，就是颗数是足够的啊，这一桶是700克，重量是足够的，就是你可以这样用个冰勺，一勺两勺三勺，我本来是想用那个杯子冲的，看融化的特别快，溶解的特别快，大人孩子学生都可以喝啊，它是低脂的，而且还是高钙的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后的啊，装好之后的，没有那么浓，为啥呢？因为那个它上面建，就是你喝比较浓的话，就是可以放个7瓶勺加入200毫升的水，就是我不喜欢喝太浓的，就是没有放那么多奶粉。嗯，它这款里面的配料表是有脱脂乳粉、脱盐乳清粉、抗性糊精、低聚益麦芽糖，然后食用香精。就是配料表中含有乳制品，就是乳糖不耐呀，还有那个就是豆制品、乳制品过敏的人就不要喝了啊。这款它不适用于这个婴幼儿。早晨一杯牛奶，然后来个面包就可以了。主要是它是低脂的，咱们那个减脂人士也可以喝。特别的香，它只是有一点点微微的甜。我本来就是想用这个杯子冲的，看，我冲了有3勺，同款奶粉在视频主要讲一下的啊，现在特别合适。一桶奶粉还加一桶这个一箱这个酸奶，特别合适。春节不打烊，正常发货啊，只要你下单就能发货。